牛种，它们体型巨大，体长达3米左右，全身布满了肌肉，看上去仿佛一座小山。一头正常的印度野牛体重大约在800公斤左右，更是有世界纪录，一头成年雄性野牛最重长到了1225公斤。就这个体型，老虎也不得不怕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还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心情不好就会乱发脾气，那是看谁都不顺眼，即便对方是猛兽也敢上去打一架。这不，这只老虎就遭了殃。老虎本来只想过去喝点水，没成想这里竟然是野牛的领地。野牛一看，这还了得，竟然有老虎入侵自己的地盘，哎，我这小暴脾气绝对忍不了啊。野牛直接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去，老虎一看水也顾不得喝了，直接起身赶紧溜。野牛不甘心啊，小跑几步就追上去了，吓得老虎是连跳带跑，生怕被追上打一顿。野牛心想自己也不是啥小气的人，于是便甩甩尾巴走开了。老虎这才偷偷绕到了一边喝水。现在你知道印度野牛有多厉害了吧，连老虎也得礼让三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